天生就带来娱乐众生，是相当有贡献的人，真的很难得，以后在这人世间再找不到一个诸葛亮了。那要不要对镜头跟大家？好，谢谢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就照我的音。好。稍微设一下，好。他这一生就是贡献众生，娱乐众生。最喜欢哪个？非常了不起。就有印象的。我最喜欢他的幽默。节目，他的节目你最喜欢？节目就是诸葛亮，那个还是录影带。哦，录影带最好。你每一集都有看吗？我看他好几集的，好几集。难道他在70年代的时候哈，每一个游览车没有诸葛亮的影片哈，就不是诸葛亮。每一个游览车就是要有诸葛亮的影片，大家看着坐游览车会心情非常愉快，因为他娱乐众生。好，谢谢。幽默有乡土味，虽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。可是他是这一生当中，他真的是，我们不会讲要形容他是娱乐众生。他是我们那个一代笑匠，然后带给粉丝快乐，然后谢谢他带给我们大家快乐。你最喜欢朱大哥什么？幽默。是哪个片段吗？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？大调歌里面的，他有说一句话，说想他的时候，这贴一贴。对，我们算起来也是好几面之缘的朋友啊。对他也，他的老师，他的以前的，他以前有一个那个传播公司的老板跟我很好。他有去我们那边跟我们聊天呢、几面之缘，对他的感觉很，这个为人很亲切的，他的很有才华的一位艺人，对他很多很多的怀念，他也制造了很多给我们休闲活动的时候的那些欢乐，所以实在很，他的离去。万万的不舍，谢谢。就是对朱大哥还有想要讲什么？如果他还在世的话，他听得见的话，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？当然是人，是这种感伤我讲不出来。当然他希望他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心目中。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他的作品，或者是哪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？他的那些录影带那一些我都有收藏起来，我会再拿出来再播放，对他的怀念。